我上次在艺术的一个好玩，哇，真的是唱刀啊，哇，真的是很恐怖哎。所以你们啊，我看看你们的能耐。后面那些朋友坐在那边的还好吗？好。后面坐在地上啊。你们是坐在地上啊？对。那废话了。矮这么多，当然是坐地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坐的还好吗？好。凉吗？凉。凉吗？凉哈。这边很热哎。怎么坐啊呢？啊，你这后面还凉着。OK。这首歌《走过年少》。青春在多少岁月里悄悄流逝，欢笑在多少回忆里清晰流逝，曾有永恒不渝的诗句，也曾有无数的明天，如今这一切潇洒都随时间走远。会不会青春在多少没有大字报啊，欢笑在多少回忆里清晰流出，不再眷恋浪漫的诗句，也不再陶醉在梦里，我们不要再期待生活的奇迹，我们要静一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往后的生活到底会怎么样，看清楚方向才不会迷失无奈，不管前程艰难，不管路途遥远，我们都不怕失败的走向前，当爱就成熟时，青春在多少岁月里悄悄流逝，欢笑在多少回忆里清晰流出，他们的东西没有了，有酒啊，我们的世界也不再陶醉在梦里，我们不要再期待生活的奇迹，我们要轻易
我跟你讲个笑话，刚才唱那首歌，我要这个笑话我一定要讲，因为前面讲，你知道一定要讲，因为他以前在上电视的时候，其实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啦。其实那时候上电视次数不是很多，表演的这个所谓的还是会紧张，然后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在电视上，这个是在电视上 live 的演出，对不对？因为以前是播音乐，然后你要对准在电视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唱这首歌《青春在路上》，作曲。然后唱到最后，他们是有重复，刚才我们有重复的，最后我要讲，快你脚步，当爱飘着消失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有动作的，因为以前唱歌都要有动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加快你脚步。当爱 Q 成熟时，重复三次嘛，加快你脚步。当爱 Q 成熟时，他突然间往生了，加快你脚步。然后他变成他的头了，他的头原来是脚。啊，所以那个我们那时候他有叫我们帮他录下来，以前是录影带嘛，录下来，爆笑到像我们一直在家里不夜城重播，真的很好笑。还有。还有时间？有，有。啊？就有时间讲这么一句。来，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都可以。是。啊？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等你想好了才说啊！我知道，看到我的人，你很难说得出口。我们大家都爱你。哦，是吗？有吗？我们今年其实有很多的演出啊，我们希望所有支持Xinyao的朋友真的可以你知道吗？真的是支持我们，我们也真的是很庆幸有你们这样支持Xinyao的伙伴，一直陪着我们走这么长的一段路，还是Xinyao30年了啊，30几年了。回想当初，你们10几岁，我也10几岁，是你们真的这边是不是有人听我的歌长大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讲？跟你一样，对不对？听我的歌长大，我在路上也是碰到一个阿哥跟我讲，他听我的歌唱。我不懂要怎么样回应。我说：“阿哥，你中间有跳过很多年吗？”没有，他讲他中间跳过很多年，有没有？这个他们还没有催我。来了啊，注意。